哈克在仓库指挥暗影军团，幽灵已经去找他了。我需要更多情报，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任务仍旧是找到并排除脏弹，这样我们才能破坏哈克的计划。不管他在策划什么。 进来了，目前为止没有和敌人遭遇。情报显示，在终端控制台有一个关掉生物实验室的开关，侵入终端，并把化学武器毁掉。赶快过去，并把这个东西关掉。我们正在前进。 没看到幽灵，但是看到好多生化危害标记。我们找对地方了。两名巡逻兵正走向另一边，把他们干掉。布莱斯，我们找到了保安监控室，我们会使用侦察设备侦查一下基地的情况。侵入监控系统，搜寻敌人的活动。 这些暗影军团士兵一定是在保护那些武器，他们都穿着防化服。听到枪响，哈克指挥官，我们被攻击了。141的增援部队，长官，他们看上去不是141特遣队的人，这些人穿着红色的防化服。裂变委员会，长官，他们在对我们进行怎么回事？ 从直升机上降下来，从铁楼梯上去，然后穿过这座楼。 面具摘下来，我们安全了。我们听到控制室去，走。这些人可真没闲着，看看他们受伤了多少，真糟糕。普雷斯，有一枚炸弹不见了，其他炸弹都已经核对过了。如果这枚毒气弹在人口稠密地区被引爆， 成千上万的人会因此丧命。找出他的下落，你必须阻止脏弹被运出工厂。明白了，我们去主控室，过道上有敌人，他们准备了防爆盾牌，瞄准敌人暴露的部位射击，或者从侧面包抄他们。
你先把剩下的脏蛋搞定，我们回头再对付被运走的那个。把门炸开，我们跟他们做个了断。我们需要搜集一切有用的信息。我们需要同时行动，准备好了就开启控制台。确认了最后一枚脏弹的位置，给你发送坐标。明白，我们马上行动。戴上防毒面具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从这里杀出去。有敌人，小心！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暗影军团基地被一个叫裂变委员会的组织猛烈的攻击，我们现在对这个组织没有更多信息。这个基地是用来混合115元素和诺瓦6号毒气制造脏弹的，虽然我们想办法把大部分库存都毁掉了，但是哈克还是带着一个脏弹不知去向。我们的目标是截获并毁掉这最后一枚脏弹。